今天是 DVD 发行过的一个礼拜哦。现在我所在位置是在阿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请喝咖啡的那个阿曼，请喝咖啡那个阿曼。这边是multimedia 的部门啊，就我一回到马来西亚就被叫来的地方。I think they're doing their job. I'm doing my job. My job is making music. Their job is catching people. 然后我来到这边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拿这个我要回家 DVD 送给这边有两粒 Casper 那个警长。他问我说接下来计划什么，我讲说我要做一个 DVD 要出版，然后他就讲说 DVD 出版要拿给他，这些综艺出版的时候要拿给他，然后上面有这个浮水印，然后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有的，正版才可以有的，翻版是没有的，所以我来这边一定要送正版，不然我就不用出来了。这一切我要打电话给他。他这边有 Casper， 可能他在喝 Casper。OK， 不要紧，我现在进去问，然后送到他的 office 这样，希望可以平安出来啊。OK 啊。OK， 拜拜。进去好像很多那些小警察，应该是小警察，好像一直骂我，好像没有看过我，然后一直骂我讲为什么你这样不尊重国家，怎么一直骂我，然后结果我顶他一句话，他们全部没有话讲。我讲我来送这个 DVD 就是要你们看了就知道你们是怎样误会我的，看完你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我送 DVD 来的目的，他们没有话讲，希望他们看了会明白一下，就是就像你们一样，很多人对我误会，你们看完你们就知道了。然后我送两片嘛，我叫他们一片拿去送给 library， 所以以后你们要看，可以来警察局看。